张景岳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，他的十问歌仍沿用作为问诊的纲要。中西医的问诊有什么不一样？西医问诊是比较偏于解剖学方面，中医讲会有一些跨系统的问题，就需要靠不管是主观客观，从内到外达到我们中医辨证论治的一个方向。让我们一起看中医，守护您的健康。